哪有人无时无刻都这个表情的啦？哦，好像哦，野外，然后地上有垃圾袋。Yes， 我们相遇了，我们一起打僵尸。耶、yeah ！哎，后面有，后面有，哎呦，好恶心哦！从旁边这是三个在那边睡觉的人嘛？我刚刚就是看到那个、啊，我觉得很难嘞。一下，我点错了。墙壁上面，帐篷上面敲出一个裂痕，你有看到吗？有白痴。哎、欸，我都出来了耶！酷，欢迎来到我家，用干草盖起来的家，超脆弱的。这是三只小猪里面故事里面的那个。对，我刚把我把尸体打碎了，变碎肉。而且你的小腿太大了嘛？对啊，不就跟你讲很像吧 ？Yes， 拿一下看看，帅！我要舔蛋哦，哦，好帅哦！欸、一枪欸、为什么、欸哦、下面从下面吐的啦，他从水里面，哇，太夸张了吧，远距离攻击啊、哦、欸，根本不可能啊，我们不要回去那边，好好好，冲回家，马上两只狗来追我欸，靠北超多，不是，哇靠，30只以上了吧，真的假的，背包什么的都是浮云，我帮你拿，哎、欸，你东西很少，我没有东西，不用拿了、啊。真的有护士服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不要这种的，太恶心了。护士服也太裸露了吧？你看我手上拿的这个，你看得到吗？白痴，直接吃，直接吃，完全的原始人。我们家旁边有一个小小的箱藏在这里，家里面有一个包包，我们一直没有翻，没有食物哎、欸。啊，哪里？好吧，我看到了，太不显眼了啦。蛋加水才能煮出来吗？真的可以耶！吓我一跳！哎，晚上僵尸真的会跑哎！怪怪怪怪！哎，好恐怖哦！不该出来的，我错了。来啊来啊！哎，他们会哎，他们太聪明了吧？不对吧？哎，不要不要不要过来！啊，这是保险箱哎，打开一下，看一下里面有什么？哎哎哎，不是吧？啊，对，我顺便试一下这个是不是炸弹？哎，是哎，晚上先在大型垃圾桶上面，真的假的、啊？不好吧？不小心掉下去怎么办？哎哎，狗！哎，太多了吧？哎，等一下，我会死，我会死，要晚上了，要晚上了，好，就这样。哎，很害怕哎，暗啊。好恐怖哦！哎、欸，大家都不讲话，陪我讲一下话嘛。但自己玩恐怖哎、欸，你们知不知道啊？好，我们今天来玩 Seven Days to Die 七日杀。为什么会翻七日杀？应该七日死吧？七天内怎么死的这样子？好，然后今天跟我玩的是大吉。然后如果大家想玩的话，欢迎啊，这有点像 Rust， 我觉得道具比 Rust 多非常多， Rust 的道具、oh. 道具没有那么多。嗯，难道游戏里面就不能那个了？不能什么？调控制了？好像是哎、欸，没关系，你调完我再咬你一次。好、oh. ，打枯木，枯木是这个吗？然后这个游戏的道具量非常大，然后我前面花了一段时间来创造我的角色，我角色现在长这样，跟我本人长得非常像。然后合成道具的东西非常多，而且它介绍蛮清楚的，所以基本上不太需要去查资料。希望啊，这个吗？哎、欸，我已经开始做木板了、欸，太棒了！你有开全荧幕？没有。是啊、哦。应该是说有，因为我是用两个电脑玩，一台开全幕，一台录实况。我来看一下斧头要怎么做，先做把斧头。斧头在哪里啊？这个吗？做石斧，
好，先打枯木好了。我们先收集枯木。枯木是刚地上捡的那个，对不对？你有名称吗？你说是不是？服务器名称有啊，白龙 server。哎，这个石头长得好像 Rust 石头，这根本一模一样。你还是咬你一次。哎，好，可以，我直接按加入。就是跟那个嘛，就是一般游戏一样，按右键加入游戏。对对对。然后这个游戏的僵尸好像早上的时候移动速度比较慢，晚上才会变快。我觉得很容易头晕。哎、欸，真的假的？我觉得，我刚好相反嘞，完全不会。是啊，我觉得有可能啊。不行，你要一直讲话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没有办法加？开始。啊，有了，这样就可以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星语天语，你要玩对不对？我刚把你好友砍掉，因为你刚打电话给我，因为我刚在录影片。你要玩的话，你再加我一次好友，我再看，我再接受。打草，意思说不要乱打游戏框。对啊，就是我会砍你账。那种这打电话这件事已经很多人做过，然后我一直在 Steam 里面关不了这个功能。别人打给你，你的电脑一定会有声音，嗯，就是非常不爽。所以基本上不要打给我，不然我会有点生气。直接删你知道吗？不要再打。不要说，不要说。石头，就是这样丢。我刚一直没有看呢、欸。我们的角色有四个属性在左下角，分别是血量、体力，还有那个食物跟水的需求量。其实，只有地图哎。我把声音关掉，声音。你会在哪里呢？地图？你说身上直接有吗？只有地图啊，你按 M 就有啊。有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这太方便了吧！你哎、欸，我你在纬度在哪？我在238777。我在103078。等一下，可以边看地图边走吗？好像不行啊。103哦。哎呀，我最不会看地图，死定了。要往这边走。那你来找我，靠你了。而且这个，哎呦，僵尸野外也蛮多的感觉。然后我找个安全的地方，认真的研究一下我身上的道具，还有合成方式。哦，有了。等一下，僵尸要来了。僵尸现在只有拳头可以用而已。要加我的，直接按右键加入游戏就可以了。拳头打得赢吗？试试看。我手上有水，然后有罐头、医疗品，这是一开始游戏给的东西。还有火把、欸，哇！然后还有最后一个方块，那个好像是你要盖下去才有办法。太个空间了，好像盖下去这个范围就是你的建筑范围的样子。我不太确定。你说103，然后什么？等一下。1200的地方左右。哈，他不是有那个吗？吓死我！经纬度吗？对，1200。哦，一千，然后200。对啊。开玩笑，跟我开玩笑吧。很远吗？我现在在133。好，703。
哦，差很多哎、欸。嗨，僵尸你好。幸运天宇加了，太棒了。你玩会那个吗？不会啊。太棒了。我朝着一个僵尸，哎、欸，可以搜索啊，可以捡尸。哎、欸，僵尸超烂的。等一下，我流血了，流血了。哦，那僵尸超烂的。真的假的？你在我情，我大概打不到十拳他就死了吧？情何以堪！我被一只僵尸打到流血，血已经减三分之一了。超级烂，烂到一个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我爆炸一下。爆炸按右键，应该是数量还不够多吧？对，一只，然后它几乎不会反击。应该抓死时间点应该就可以了，就可以那个打赢僵尸。好，这个是，我来做一下。它很表应该没有复杂。就是跟 Minecraft 有点像，它是用摆的方式合成的。打僵尸也太好笑了。等一下，其实僵尸走靠近你的声音很大声，所以不太需要担心。打僵尸超好笑。会吗？很好笑，你打打就知道了。就是简单的，等会打，没有，我已经有打过啦、啊，一直朝他脸打就是了。他就一直往后飞，他那个脸太智障。Brave Metal Steel， 我来看一下啊，我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绷带，我先做好，我医疗品用掉。而且做的时候，我是不是可以把那个啊选单按掉啊？很可以耶、欸，什么东西都不能做。做的时候它会需要一点时间，然后它在做的时候你可以做其他事情，这很重要。不然的话很容易被做到一半被打死。Stick 要先做这个是不是？好烦啊！一直有脚步声，很紧张哎。好烦。再走远一点。不是，这是什么？看不出来啊，看到。拿到 stick 了。多捡一些东西。哎、欸，这个是攻击的武器吗？这个是，看一下。枪吗？应该是吧。这个好像是十字弓哎、欸，不会这么简单就做出来一个武器了吧？哎、欸，这样要有剑士对不对？剑，而且它可以做的那个，就是你材料够，它会变成亮的那个字。对啊对啊对啊，这样很方便的。这个设计很不错。行，慢慢走过去好了。这个，哎、欸，这有东西没拿。长什么听不懂？枪托哦，那是枪托。我可以直接捞湖里面的水吗？是。哎、欸，可以耶。那可以喝是吗？那蛮简单的，你只要拿一个空瓶，然后就可以去捞水来喝了。背包里面死掉的东西不会喷，但是下面那八个啊，快速键的东西会喷掉东西。是哦。所以，哎呦，所以东西重要的不要放在快速键上面。那我是应该把食物放到上面。等到需要用再拿下来。哇，这只僵尸有点强。这什么铁管吗？这可以打吗？不行。脏水。好累哦。欸，我喝到脏水了。我的图示出现一个拉屎的图案。这是拉肚子是吗？拉肚子了。完了。好
好难打，我不打了。你不是说很简单吗？没有，那个等级比较强的僵尸。欸，草可以打，然后会掉一些材料。太好笑了。哎呦，好烦啊！木头可以啊？是不是可以打木头？哎呦，可是好像要打很久，徒手打。那比较好了。啊，你知道他有体力条？我知道啊。第二个啊，蓝色的。他那个僵尸有分等级耶。煮过才能喝，完蛋了。我喝了之后，我的体力整个是归零的，很难恢复。哈哈，当然不能跑了。对，要慢慢走。现在是走悠闲模式。哎，东西有限重吗？有载重吗？好像没有。哎，我被包围了。等一下，要跑了。有兔子哎。野兔打到吗？欸，不见了。这样应该是连石头都可以打。草要放到合成去。好，我等一下试一下。草放到合成里面去会怎样？变成甘草吗？还是什么？欸，好烦哦，喔！根本来不及把一个木头打爆，僵尸就走过来了。啊！你现在位置呢？我现在慢慢的往那边。我现在在1300，我是离你越远啊！我是走错反方向了。应该是哦，我现在在400多。四百，第一个400，然后第二个数字欸。我看一下，第二个好像是第二个642。好，那我往僵尸很吵，一直叫，其实僵尸还有点多。往左走渡河，剪刀漏了。我往左走渡河 ，OK。欸，穿过河应该不会怎么样吧？不会啦。拿食物会吸引更多僵尸，哦，罐头例外啊，有味道对不对？东西。哦，那我要把身上东西丢掉。刚刚。哎，干，好饿哦，有爬着的僵尸。我看到房子了，我要进去拿东西，一定应该有很多物资之类的。这路上垃圾也太违和了吧？野外，然后地上有那个垃圾袋，打包好垃圾。欸，这是什么？这要拿吗？好酷哦！这是玩 Minecraft 吧？好多方块哦。这是真正的甘草，一块一块的方的甘草。欸，有肉欸！不行！来了！哦，被打了！等一下，走！好刺激哦！僵尸走得很慢，但是很恐怖哎。好，慢慢靠近。哦，被打到了。多捡点石头，哎，草做出来了，然后草要怎么要干嘛？现在，哦，做成石斧，石斧叫什么名字啊？我现在没看到石斧，哎，是 chop 是什么？哎，A 开头的吗？来了！
哟，我刚从高处落下，哇，我骨折了，怎么有点惨呢？哇，这边平原呢，我找到平原了。往右边。好，可以认真的看一下了。可以做铁条、木板的方式有很多种，很多个东西可以做木板，可以直接放上去的哦。对，没错，AXE 是斧头，但是我没看到这个字啊，哪里啊？你现在在哪里啊？我快到了，这样子。现在在800。我往你的方向，等一下，我现在是。现在是800，然后200。我先碰到你再说好了。800、200，那我往你那个方向走。我大概在1200左右的地方。OK，我想一下，我们在1200旁边好了。哦。哎呦，地图真的很方便哎，太棒了！Daily 没地图真的太痛苦，真的。1200在水里面。差点摔下去。没房子可以挖地道，这个东西可以破坏场景哦、喔。这游戏可以破坏场景吗、喔？真的假的？这看起来不像可以破坏啊！这个草地都是有幅度的，不是方方的那种。我在1250。反正僵尸好多、哦，你在哪里？我还在走。有鹿哎！鹿跑步的样子也太蠢了吧！那你在附近了吧？啊，有看到鹿啊？有，我刚刚有看到。有观众说晚上之前没找到房子就死定了，现在是下午3点。你在哪里啊？你不是在1250吗？我在1200、300。300，我已经到1250了。对啊，好，那你在1250不要动，我去找你。可是僵尸很多。OK，很近啊，为什么没看到你？啊，我看到你了。不要动，不要动 ！Yes， 我们相遇了，我们一起打僵尸。耶！后面有，后面有，知道。哦，打太多了。我看一下你的长相，好丑、喔。我刚刚有找到房子，那我跟你走啊。可是多难，这边吧。去找房子 ，OK。大家观众都很担心，看可是爬得上去吗？我们从真的耶，这怎么拉上去？跳上来了，怎么跳的、啊？真厉害！对，跳上去，就可以跳上。哦，可以 ，OK，OK。耶！太棒啦！我们有基地了。这是什么？还有车，不怎么浮在空中的木头，车好像可以搜索，我记得。Angel， 你去哪里啊？怎么了吗？有，
好，我们就拜在这拜。边，我们就在这边度过晚上吧。放木棍，植物，纤维，石头，什么意思？有车子的零件。哎，还有那个火，哎，可以煮东西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这里有床哎、等一下，我的食物，我要吃东西啊，不行啊。是不是可以直接煮水啊？怎么样？要 先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可以做。煮这个是。水怎么加热？有人知道吗？哇，煮东西要锅子，感觉有点难啊。Stick 可以干嘛？Stick 可以干嘛？真是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超新手，哎、欸，我找到十字弓了，剑。哦，这可以干嘛？第二个项目应该是一些建筑的东西吧？啊。工工具具在包。这里吗？火把、楼梯，不对啊，没有。食斧在哪里啊？我眼睛瞎了，完全看不到。看，这个是什么？看不懂。有床或者是睡袋，可以放在地上当重生点，有人一直讲找食斧，找食斧是找现成的，还是说自己做？是绿色才可以做。可以搜寻呢，可以打字搜寻呢。我找到食斧的制作方式了。哦，真的是用草哎，然后这是什么？说 Sharp Stone Pickaxe。是需要磨过的石头啊，这样子。Yes，我可以帮你做一把，我材料够。磨过了石头，磨过石头要怎么弄？直接把石头捡起来，然后放在合成栏就可以有吗？Stone Graphs。了。Yes，师傅做出来了，太棒了！我先做有两把吗？好了。你直接在搜寻栏上面打 AXE 就可以看到我它知制道，作我方说式。你石头是怎么磨成的？你应该没有捡到 stone 对不对？我捡到石头，我捡到 small stone。对对对，然后直接放在上面。然后然后右边接有没有 sharp stone？哦，看到看到看到，对，然后直接按 craft 就可以了。我要去砍木头了，哎，这样就有了，是了。蛮简单的其实。刚刚的床捡起来再放回去，好，来试一下，行吗？可是没有草啊，糟糕。哎呦，好恶心哦！床旁边这是上一个在那边睡觉的人吗？好惨哦，身体变一半了。心雨天已死了，然后我来放床，耶，有重生点了，太棒了！啊，怎么做？没有，我直接放。你再捡一次，我是直接捡现成的啊，捡现成的床啊。那那个不是只有一个吗？道具可以那个点左键改变它的那个摆放方式，然后右键是放下去，这样子耶。那我来查这个床要怎么做好了。没有草啦 怎么办？你没有有草。枯木吗？我有 stick 啊。这样草怎么这么难拿？我给你草，我给你草。你拿到的草，你知道还要再合成一次吗？什么意思？就是它那个我丢在地上了。
你有捡到吗？有吗？有吗？哎、欸，有吗？掉在地上是不是直接消失啊？不可能吧？你看，你打这个草，然后按一就可以捡到草，然后那个草还需要再合成一次。是，它没有掉出来就不能那个。有啊，你掉出来它会掉，是掉到地上，然后你按一。是很薄的，很薄的草，几乎看不到。是，它要有显示才行吧？对对对，有显示才行。啊，需要喝水。没水了。我觉得我先砍木头好了。资源困顿。骨折，肚子痛，然后血量还 OK， 哎、欸，食物再吃一次好了。这是什么啊？鸡汤？这个、是什么？我吃鸡汤。哎、欸，哦，我捡到草了。然后还要怎么做？耶、yeah, 哦！哦哦哦哦，这音效。草是在哪一个栏啊？那你不用，你不用管，你直接放在那个合成栏就可以了。然后右边 craft 就可以点了，可是他没有反应啊！不可能啊！Stone axe 啊！如果攻击，他会打掉你的房子。哦，这个房子会被摧毁耶！是啊，这房子是可以被摧毁的物件。那晚上我们要如果要再守在这边的话，我们要把附近僵尸给清掉，不然的话他们被吸引过来，我们就会被摧毁。太惨了吧！哦，我有两把。木板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我去外面捡点枯木好了，需要一点枯木。可是枯木好像不能用做的，只能用捡的。地图上面有特别的啊，有放睡袋，它地图上面会显示一个房子的图案。可是现在少一个，少一个那个床。有萤火。管他有什么东西，直接捡。反正现在道具栏很空。有没有枯木？我要枯木。哦、我捡到武器了。你有枯木吗？有野猪。先把僵尸打掉，有人给的意见。大家不要那个想的太后面，因为我们是新手。影片在这边做个段落。